4月16日，刘青云、刘心悠等作为颁奖嘉宾出席了香港舞台剧颁奖典礼，为最佳舞台剧男女演员颁奖。阿森与沙莉的花花世界。表示虽然对舞台剧很感兴趣，但是舞台剧需要长时间的排练，自己需要找到合适的机会长的时间去排练。我想就要等一个好的时间去才能做，还要等一个好的比较好一点适合我自己的一个角色去演。谈到舞台剧和电影的不同，刘青云认为舞台剧是演员个人掌控，而电影则更多的是要靠后期剪辑才能够看出效果。他回忆早前看过一部黄秋生的舞台剧，感觉他站在舞台上比在荧幕上更有魅力。当你站出去的时候，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在你自己转弯里边，因为你就是一直要在观众面前表现，跟电影不一样。就是电影就是我拍完以后，最后我也不知道后来出来会怎么样，因为导演跟剪接可能吧，把我演的东西我把故事改过，但是演舞台剧就是没有这个事情。怎么排练以后就一出台就是完全没有改变，就你出来做什么就是什么，我觉得是一个很过瘾的事。黄秋生啊，黄秋生，我曾经很久以前看了他一个舞台剧，他站在舞台上比他站在电影上比还有吸引力。